每个故事都是从说开始的。于露西，你被淘汰了。啊，我为什么被淘汰了？机会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我一定能抓得住。林总，师傅，请收徒儿一拜。不行。师傅，我想拜你为师，学习配音。不行。为什么喜欢配音？我想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留在国漫里。你这个徒弟，我认了。真的？嗯。师傅，你车在那儿呢。